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发生在教会身上的事太奇妙太震撼，我们应该知道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八至十一节讲到神创造万物，他一切创造都很奇妙和美丽，也都讲到神的奥秘是怎样安排，即是他的心意怎样去成就，而且是藉着教会使天使现在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是几咁尊贵和荣耀，我们实在是最幸福的人，因为这个奥秘是跟我们最有关系，发生在教会身上的事亦都是太奇妙，我们真是有最丰富的资源可以日日喜乐。以弗所书第三章，神将他的奥秘心底给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是很幸福，是不是？他是谁来的？他竟然无限荣耀到这么厉害，他心底那些最厉害的、最宝贵的爱秘密，我真是他的朋友来的，他要我做他知己，竟然揭开他的心，打开他的心。那写十几个奥秘，只是教会本身就是他的特别的奥秘来的。那我得着几位基督呢，亦都是神的特别的奥秘。咁呢两奥秘是好一的，佢帮手成为一零。就以弗所书第三章呢，透过神的奥秘和基督的奥秘啦，就得着荣耀。要世世代代一路去，永永远远㗎。所以我哋亦都系带俾佢荣耀。使人知道几唔好，即系你个咁好嘛，真系太好。同佢即系咁好先使到我哋能够咁幸福。即系咁多奇妙事发生我身上。同我得着咁奇妙嘅嘢。发生真太奇妙，你真系唔好将钻石当做普通嗰啲石头啊！你算得太大，同你唔知道自己幸福，你就冇咁快乐一定。第三章第八节，咁样好宝贵啦！嗱，保罗话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少嘅还少，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拆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唔单止神嘅奥秘，基督方拆不透丰富。由先众人都明白，有啲即系太劲嘅奥秘，即系神嘅奥秘。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嘅奥秘，呢度讲到佢系创造万物嘅神嘅奥秘。我讲我啲人喺世界上咧好迷茫，我系好幸福啊！我知道呢系佢做噶，最爱嗰位我良人做噶，我爸做嘅，真系太美丽，太奇妙，太奇妙。唔好怪啲世界就你自己更奇妙，比整个世界影响。嗱，我哋唔好只眼盲咗，神太好啊！人犯罪，连我人嘅身体啊，全个人都系未系最完美，但系都系仲系咁奇妙。最后你知道，我就特别啲一主佢引导咧，我就讲翻嗰啲健康嘅嘢。我嗰个身体咧，讲真，你身体系最大医生嚟噶。虽然人犯罪，但系仲系咁劲。你真活喺呢个梦幻世界。我就去亲人处咧，梦幻世界觉得，翻你眼开咗，唔好净睇到而家啲普通嘢嚟化，翻你眼睇得更酸嗰啲 DNA 啊嗰啲啊，其实好多咧系好奇妙美丽噶，同埋唔简单噶，一切都你只蚁，即系随便整死佢，我都觉得唔系几好啊，其实好劲噶只蚁，你咪老鼠啊！唔简单噶，佢系你的老师嚟噶。神早嘢太劲，我觉得好好就而家我哋都能帮人明白，你只要明白先呢个奥秘系点安排噶。嗱，从佢点样安排法整个过程嚟成就佢奥秘，系太奇妙。天使都要抢同你查看，佢是如何安排的。神太犀利啊！设计一切，为咗整个教会，所以发生喺教会身上嘅事太劲啦。佢嗰啲全爱全智嗰啲为教会所成就嘅嘢，使天上执政，无论你系天使长都好啦，天使根本佢时常见到神，佢认识好多嘢。天上执政嘅掌权嘅，而家得知神百般智慧，而家未到未提
搞更荣耀啊！已经系太劲啦，而家福音失咗好劲，唔使等到将来啊，将来主翻嚟更厉害啦。所以我应该预知啊，你知道，因为你嗰个系得福嘅主角，即系神佢施最大恩爱，赐俾最大幸福，嗰、那个佢爱慕嘅主角就系你，你应该更加知啦。唔通旁人知道更多咩？你自己唔知道，天使如果知道多过你，冇就真系唔好啊！因为自己本身系可以话咧，享受啲幸福嘅人，享受神赐俾你嘅恩爱、幸福嘅人，你要珍贵佢俾你嘅爱嘅礼物咁多咁劲。太厉害！神自己本身佢将嘅嘢俾佢你，而且我仲讲佢系咁温柔。咁震撼又咁贴心，将我俾佢哋，我谂谂件事真吓死人嘅，因为无限嘅神竟然咁样喎，付出咁大嚟将佢自己赐俾我哋，边有咁事发生啊？问你有冇可能？但竟然系真系发生咗，同主都仲有埋呢个一生为摆设嘅筵席，我问边个系为你一生摆设筵席？我问你，同仲要就特别系佢帮我相会嘅，但系所以你系咪应该知道啲大事咧？嗱，而家只有你个总统冇资格见我啫，就有啫。点解我呢个人冇资格见你啊？我荣耀啊！你总统几多倍啊？所以我哋要了解个真相啊！因为你喺幸福中不知福，你所以就失去嗰啲喜乐，嗰啲享受。你要知道佢爱你咁犀利，你应该我试下自己用识嘅啱啊！你真系应该系啦，好稀奇实哇吓，系太劲。当然你。唔好有不信恶心啦，你应该拥抱呢一切，呢啲系我哋嘅快乐嚟噶。你话点会有抑郁症？我想问你，除非有笑死症嘅啫。你基督徒抑郁，我觉得真系冇可能嘅事，除非你真系有问题。所以佢叫你长喜乐系好啱噶，就系如果叫个人咧系冇资源嘅，你叫佢好喜乐咧就困难少少，或者佢好难做到。就根本我哋幸福都咁劲，你应该添啊，唔使叫你多，就因为你唔够喜乐，你应该喜乐唔够喜乐，所以佢劝你常常喜乐。你辅导嗰啲辅导你嘅人啊，你话你点解咁够喜乐噶？因为有幸福厉害过佢，简直难形容。我要正常啲啊，要正常嘅基督徒已经好厉害嘅基督徒啦。或者是照神从万世前。在我们主基督里所定的旨意，系咪太好啦？呢神喺万世以前，从紧古咧有呢个咁荣耀爱计划，教会就根本就系太劲，太宝贵。所以我自己先明白啦，亦都系帮其他人明白。嗱，边个大学咧冇话？教会呢个课程啊，所以佢都冇话知道人嘅意义。我帮你讲，话宇宙嘅秘密，梗系唔知神嘅心意啦。咁样，我本来被众圣徒中最小的玩笑，然而他玩笑我这人天，叫我把基督那藏不透的丰富全给我。Oh, man.